第十二题，原子的体积主要由下列何者决定？我们晓得电子非常小，很小很小，所以它不可能是由电子的大小来决定原子的体积， C 是错的。而我们中间的原子核由质子跟中子构成，也是很小很重在中心，所以也不会是从 A 的原子核直径或者是猪的质子和中子的体积来决定，而它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电子在外围很小很轻跑来跑去，所以电子的活动空间就当作是我们原子的大小。所以呢，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原子的体积主要由下列何者决定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电子运行的空间。